今日外口有较冷，但是我礼拜先感觉食足热烈，而且很温暖吼。虽然咱即马还佫咧疫情当中吼，啊，咱出外的时阵啊，有当平常时啊，还是要戴口罩吼。不过台湾的疫情确实是比其他国家稳定，所以我们也觉得分外的珍惜有这个稳定的疫情的管控吼，让我们可以一起过年，一起跟朋友来互相互动吼。啊，我嘛要甲大家讲，去年我来的时候，我有甲大家报告讲，咱的经济吼稳定，啊嘛做得袂歹。啊，今年要甲大家讲，今年的成绩嘛袂歹啦吼。那我们预估，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可以达到6.09%以上了吼。啊，咱的股票，咱大家看过去股票市场的表现也不错了吼。啊，我们预期未来的经济还是稳定的成长吼。希望讲咱的台湾的经济会使愈来愈好吼，啊，咱大家的生活嘛是会使愈来愈好吼。啊，我要甲大家报告的是讲，古尼公希望有让我们的依然人回家可以比较顺畅一点，所以今年这个整个过程，我们都在讨论高铁到宜兰的事情吼。啊，虽然讲宜兰在哪里设站，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哈，但是我们也大致都整合了哈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交通部可以加速来作业哈。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宜兰人回家的路可以更快更安全哈。很高兴也很感谢今天宜兰同乡会再一度的邀请我，阿玛希望讲我们一起打拼，让台湾更好。啊，大家今天圣诞快乐，我们新年快乐，我们明年我们都行大运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